艺人徐慧宁最近的戏剧演出获得好评，那么最近有生医品牌找他当代言人，在记者会上，他也分享了平常的保养秘诀。生医品牌表示说，会找徐慧宁来代言，就是因为他平常总是保持着最佳状态亮相，而很多粉丝也很好奇说，他到底是怎么保养的？尤其他身为演员，常常要长时间的拍戏，而他也分享说，平常非常注重保湿补水，就可以拥有水润的肌肤，而同时他也很注意体内的保养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就可以让身心都有最好的状态。